Tocati, tocati, tocati do mi, pedaço de cielo que... 我是一直很向往去铁塔，然后听说还挺远的，但是我也如果说很远的话，我也觉得有时间我也想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叫蒙马特高地，对，这个地方就很有艺术感，然后整个后面可以看到几乎整个巴黎，真的很美，这样感觉很壮观。就是说晨晨要不要去巴黎劈个叉？想啊，劈叉劈到巴黎。个人很喜欢白色，因为它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干净。今天还有搭配一些小的细节，就会让这一身感觉没有那么的单调。铂金呢，会显得让这个钻石会更加闪亮。反正衬着都好看吗？嘎吱都嘎吱都嘎吱都。我一般就是戴戒指会比较多，然后是耳钉，就是那种小小的但是又很闪的感觉，然后突然感觉就是穿的再普通再黑或者是再单一的颜色都会有亮点。